它可以做到全自动。粉杯啊，是 made 正宗 made in Taiwan 的厂商哦，所以我们粉杯上面都有刻 made in Taiwan， 然后是在高雄在地的厂商，然后在核发产业园区的新厂商，然后我们这个粉杯目前卖全世界大概70多个国家，对。啊，每次那个老外看到都说你们台湾人疯了，对，他们提出。镭射加工的技术哦，这个目前全世界好像只有我做得出来。好，谢谢我们高雄之光，感谢市长支持啊！我们核发产业园区感谢市长支持。美德台湾啊，美德台湾啊，美德赢台湾，美德赢台湾。对啊，我在美德。谢谢我们的市长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会邀请市长来到我们的 Villa Clara Coffee。拍照。然后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，对，然后在地，哎，对，土生土长，对，然后
有机会跟我的 partner， 然后哥伦比亚人，然后他就是一起成立了克拉拉咖啡，然后开始了生豆的贸易，然后这是咖啡生豆，对，跟一般大家看到的那个咖啡色不太一样，然后这是我们招牌之一啊，但没有酒精啊，等一下可以开车。这个才当过赞助商之一，好，那么邀请呢市长跟我们的克拉拉咖啡的创办人之一 Peggy， 也是我们高雄在地的女儿，来看这边呢，我们一起比个赞。 OK， 好，大港雄高赞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市长来到我们 Ergos Coffee， 也是我们这次大港杯的生豆赞助商之一，我们的 Ergos Coffee 瓜地马拉咖啡。市长在讲喽。市长好，我们走了哈。是。你好，我们的新的特调。耶！带给你带酒精的吗？好。市长。啊，好瓜地马拉的水洗小王子。那我们这边呢，邀请我们的市长自己来为自己压出一杯氮气咖啡。对，这边接下来呀，就可以得到一杯充满氮气的冷萃咖啡。对，它就是用这台机器，然后做冷萃咖啡之后，打氮气之后，它就会有很绵密的那个泡沫，然后有让它有丰厚的口感，然后非常清爽。好，对对对，然后搭配上我们的瓜地马拉咖啡。对，市长喝了，觉得怎么样呢？赞！再压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。那我们也邀请呢，我们的创办人可以来到市长的身边，我们大家一起合影。市长，我们走进去。
这是我跟高雄的酒厂红星酒厂用我的咖啡豆在rum来做台湾的rum咖啡的rum。够吗？很香。这个是一样的，没错没错。谢，这个都是高雄的酒厂，我们两个酒，哎酒，蓝姆酒。希望说每年都能够这样举办，能够把好东西能够跟好朋友大家一起分享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我们市长的支持。那好奇请教市长，平常在家会不会自己冲煮咖啡呢？不会，但是我是每天都喝咖啡。每天喝咖啡，喝咖啡，好，然后下午要工作前也喝一杯咖啡。我提神，然后好喝的咖啡，这样有时候跟好朋友一起喝，真的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。那像市长，你平常有喝咖啡的习惯，你喜欢比较偏酸还是偏苦的咖啡呢？我比较喜欢偏苦一点的。偏苦一点，哇！好，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市长准备了三款不同的咖啡，等一下要请市长来从这三款里面挑选你喜欢的。这都是我们大港杯三个山豆赞助厂商，包含我们的原石克拉拉以及我们的 Ergos Coffee 的挂耳包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呢市长现身直接现场为大家来冲煮咖啡。我们因此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